众导演琉璃钢棒的创办人张家，因为当心脏手术造成输血感染，伫今仔日透早过身。英国的新冠病毒确诊人数超过100万例，首相强行宣布为再过初五开始，搁再实施封城。香港今日早起至少有7位立法会前任现任的反主派议员和警察抓起来，可能是和国会初八议事冲突有关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11月7日公司中道新闻，我是杨淑晴。新闻头先来关心金马奖导演琉璃钢棒的创办人张家，近前传出动心脏手术，转为输血感染，病情危险。琉璃钢棒伫今日伫面册嘛发重大的信息，公布张家一定伫今日透早过身，直到69岁。现年69岁，张家动心脏手术，结果输血感染，伫今日透早过往。张家伫1998年含2013年，拢捌做过含心脏相关的手术。伊所翕的电影《我安尼过一生》，摕到金马奖含亚太影展的最佳导演。1987年含王杰君做伙创立琉璃钢棒，将属琉璃的艺术创作事业的重心，主要伫中国。嘛要来关心，伫家人有户人人注完流感疫苗了后，出现食无味甲神经病变的征头，专家烦恼是新冠肺炎。指挥中心公布学生检测的结果是阴性，排除新冠肺炎的可能。进前家人一个55岁姓李的妇人，注完流感疫苗九天了后，四肢卡手麻痹。第二天去医生看，佫出现食物件无味、卡一片酸痛、吞物件困难这症状，赶紧安排住院。病院初步怀疑是急性多发性神经炎、格林巴利症候群。伊有食物件无味，也进行新冠病毒检测，结果确定是阴性。会引起神经症状的疾病蛮多的哈，还有脑炎呐、啊，还有其他各种病毒感染引起来的。那个脑脊髓膜炎等等，这些都必须要考虑在内，必须要等到他诊断确定以后，才能断定说他是不是会有关系。医师讲，每一年台湾会注600-700万剂流感疫苗，而国外研究报告显示，虽然注射流感疫苗会引起1/100有多发性神经炎，可能会有6-7个有多发性神经炎的可能。不过感染流感病毒所引起的多发性神经炎，比注射流感疫苗了后引发的较多。而截至10月30日，包含公费甲自费流感疫苗不良事件通报已经有205件，创下4年来上多，其中58件。是严重不良反应。国内的通报的不良事件呢，都可以说它是跟流感疫苗没有直接关系的，因为它有的时候是有出现脑出血啊，或者是其他的疾病，尤其是打了疫苗之后，如果你有发烧、咳嗽这些其他的症状，那流感疫苗是不可能引起呼吸道症状或肠胃道症状，它也几乎都不会引起发烧的。医师讲，虽然国内有1-2例都发生神经炎的案例，是不是跟流感疫苗是不是有直接关系？医院单台资料病院甲专家委员会去做调查。不过，医师医院强调，即阵国内流感疫苗相对安全，并且唔免伤过烦恼惊吓。记者陈宏霞报道。来看英国的新冠病毒确诊人数，第31超过100万例，有46,000多人死亡。为着避免疫情恶化，首相强行宣布，英格兰地区为再过初五开始封城，预计要实施到12月初二。英国10月31日一天新增加超过20,000人去为着病毒，总计确诊超过100万人，新增加326人过身，总计死亡人数已经达到46,000多人，是欧洲国家内底上多，在全球排名第五。首相强行宣布，英格兰地区会在11月初五搁再实施封城1个月，一直到12月初二，再搁看情形来改进。Now is the time to take action because there is no alternative, and from Thursday until the start of December, you must stay at home. You may only leave home for specific reasons, including for education, for work. Let's say if you cannot work from home.这条封城令实施，所有酒吧、餐厅必须关起来，改用做外卖。一般零售商店也袂用开放，酒卖、医疗产品也是食物的商店允准营业。无讲家户中间的民众改用伫户外来见面，而且一摆敢若限制一个人。不过，甲今年早前封城无同的是，一摆大学才各级学校、法院也佫有时间、场所甲生产工厂遮个会继续保持开放。Unless we act, we could see
deaths in this country running at several thousand a day, a peak of mortality, alas, bigger than the one we saw in April. 另外一方面，俄罗斯三十一新增加18,000多人确诊，334人死亡，其中将近5,000个病例是集中在首都莫斯科。受到疫情影响，莫斯科市政府宣布取消原定在这个初七举行的红场阅兵仪式。这项仪式意义特殊，是为了纪念1941年苏联政府派军队对红场阅兵了后，要去跟纳粹德军来修建。记者综合报道。代替铁器路被弃案件有初步的调查结果了，结果显示这五年来14个铁器路出现必损，都在烧接的所在。交通部长林佳龙要求要全面检查，而且检讨通报机制。台铁成功站进前发生铁路断气，也让两班列车通过，引发外界质疑。台铁初步调查结果公布，发现五年来14次铁路断气，拢伫焊接的所在。交通部长林佳龙要求台铁局在这个地进前检查所有焊接的所在，并且加装预备棒保强。不过，因为焊接铁路技术真专业，是真重的努力工作，也需要夜间时间。台铁工会认为，人员不足加技术团型拢是大问题，应该是出在第一个是技术的传承，他可能让新进的人员并没有足够的培训的时间。譬如说，当今天一个到班就10个人，那这10个人里面一定会有人临时请假或什么状况，也等于就是说所有人都等于去线上工作。但是那我所有人都线上工作之后，我们有没有固定的时间是可以让这些人回到算里面去受训？对着检讨的通报机制，林佳龙认为应设置顺铁路通报系统 APP。不过，工会认为代替不是无汇报的标准流程，重点是伫安怎落实，卖留伫形式。另外，代替局也争取要买超音波的探伤车，希望加强检测的力量。再多的改善方案跟我们制定新的 SOP， 可能都有执行，大概没有办法落实的这样子的一个缺点哈。所以我建议人力要尽快补足，然后把人才培训当成首要的任务。人力还没有办法完全补足之前，我们可能要必须要多利用一些科技检修的方式，减轻人力的负担。学者建议，代替的问题关键也是在人员老化。交通部虽然想办法要改善，不过若是伫个薪水这方面无多找到解药，就无多把人才留掉咧。这问题拢有待解决，才有法度对根本来阻止事故一直发生。记者综合报道。第五个消息。展览今日举办的中华国际造水节活动有侪侪民众参与，国宝级的拖团火车嘛为中华出发，不少人伫现场享受清凉造水的感觉。乌头火车慢慢仔为彰化站出发，这次驶入彰化二水，唔呐带着民众回到较早的时阵，嘛带着跑车来到这参加一年一度的彰化跑水节。校园一响，这人清楚起跑点，未少人还为着搭上万圣节，特别升级扮装来参加跑水马拉松，而且要到水船内底要走起来，是无遐尔简单。啊，跑起来，来，快点，好。欸、等很久了，等一年了，对不对？对。还用走的。跑不起来。啊，跑不起来，太重了。我都走到参照平地遐尔紧，未少人选择烫车卡或者是轻轻拖，一面吹着凉风踏入溪水，果然是之前都无体验过。中华国际造水节结合马拉松，让民众体验这条八宝船的重要，因为当时先人逝世榜顶人，将着水溪的水引入中华北管，唔来系统化使用水管，搁到中华免于淹水的灾害。雨季的时候，整个八卦山脉的山洪啊，都是要借助我们八宝郡带到海里去。如果说没有这两条进去的话，整个彰化平原都会被洪水所淹没。文书专家表示，因为八宝船的开垦，带进落水溪真侪矿物质的水源来灌溉，嘛成就了彰化现在农业发展，嘛有丰厚的功能，成为当地母亲之河。现在演变做造水的活动，嘛用来感染先人的辛苦。记者彰化采访报道。位于高雄的历史建筑逍遥园，八米过太平洋战争的战火，是日本征讨金钟本丸市发主的龙园别宗。后来经过改建风波，确定要保存，嘛在今仔日正式举办修复启用典礼。
在高雄新兴区的逍遥园是一栋明天一些建筑保留一段时期的木造建筑风格，也可以看到因为年代经过严重破损修补了的痕迹。不过经过三年的修复工程了后，初一早起正式举办修复启用典礼，这都是开园满80周年的日子。就想到日本统治时期，统治我们台湾50年呢、然后难得我们终于怎么讲，就可以还给我们台湾居民的参与，好，还有地方这个文化主管机关的支持，哈，这个过程还蛮艰辛的，哈，还有包括一些土地的调整跟军方的协调等等，哈，就变成一个非常有这个指标性的这个文化资产保存的这个个案。逍遥园起在1940年，本来是日本前土井庄分管区发主大国公司起的农垦别庄。在战争期间，美国太平洋战争战火也伫战后作为移管土地加贯穿。在2010年，一月公告成做历史建筑，各得到保存，展开修复。2017年8月开始三年修复工程，在2020年11月开放参观。逍遥园的修复工程当中，是由历台双方共同努力完成的。在此，对于这次参与修复的历台的人员，致上最高的敬意。在一堆杂草废墟当中，那么后来也知道说他根本连建筑图都没有。可是呢，这个文字的故事跟历史，那么对高雄市来讲是何其重要。文化局表示，大国公司捌伫1940年到1945年之间做台湾总督府内阁参议。逍遥园不只是伊大个所在，也是训练萌生发展热带农业的大型实验性庄园，也是日本南进政策重要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中油为明仔晚点开始，国内汽油、柴油价格要降5角含4角，调整过后价格。九二汽油每公升是21.5元，九五汽油每公升23元，九八汽油每公升25元，柴油的价格是每公升18.9元。第18届台湾冬季游行将伫台北市举办，今年主题是成人之美。冬季团体讲，希望能保障台湾人和外国伴侣的同性婚姻，也佮家庭领养的权益。在大片彩虹旗飘扬，2020冬季大游行，在台北市政府前广场正式起步，达到13万人集结。不少民众扎彩虹旗，在跨大的街头摸服装参舞。冬季大游行进入第18年，今年游行的主题是成人之美，希望台湾社会不分性别年纪，都会当找到家己的身份认同。成人之美也可以解释为生而为人的美好。如果这个社会已经够友善，则生而为人不用感到抱歉。国家祈祷早餐会的事件，我们也呼吁这些反同的宗教团体们，不要再把同志塑造成为一个共同的敌人。台湾在2019年5月通过同婚条款，同志团体入会。跨国同性婚姻有关拄到障碍，目前台湾有超过300个同志家庭扣改的领养规定，同志伴侣无法度共同使用，面临囡仔配偶离散一个难题。同志事实上是可以生养下一代的，因为性平教育事实上还是遇到非常多反同团体的阻拦。现场也看到雕雅政党出现游行，听冬季大游行，民进党强调落实18岁公民投票权，期待力量推跨国同婚法案。民主，同志，年满18岁的朋友，大家都应该要享有决定自己未来的权利。一些这个跨国的伴侣们，他们只能登记伴侣的情况下，但是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其实他们都处于分隔两地的状态。我们认为小孩子呢，最好的话就是生活在有一个爸爸、一个妈妈的家庭里面，这个爸爸妈妈的角色跟功能其实不太一样。后一代幸福联盟认同同志团体有游行的自由，也不过也再次表示家庭由一夫一妻组成立场，批评政府无尊重2018年同婚公投结果。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市占率上悬的两大美食外送平台，去年拢和劳动部个案都检认定含外送员有雇佣关系，毋是承揽关系。但两经业者无接受劳检结果，提出诉愿防驳回，后来阁对劳动部提出行政诉讼，过程中嘛拢含外送员继续维持承揽的关系。
礼拜日再去早餐店，有不少外送人员拢是假日来捡外送，增加外劳的收入。我是兼差的成分啊，你说劳健保要不要给哦？我觉得也还好啦。有兼职的外送人员认同平台采取承揽关系，啊，不过也人唔望平台应负起头家责任，还投保劳工保险。本业是送货司机啊，然后就想说薪水没有很多，就想说再多兼一份来增加收入这样子。这种本来就没有什么那个劳健保那种的嘛，就等于说保险那些都要靠自己。去年外送人员车祸死伤未少，劳动部依个限劳检认定有五经业者，拢甲外送人员存在雇佣关系，唔是承揽关系。按过劳动部这样子表示，其中富平大家五百亿拢无被查，提出诉愿。虽然去年已经驳回，按过业者过进一步拍官司，提过劳动部。公司规定这趟是80块、90块，就挂89块。外送员没有跟平台业者有议价的能力，哦，这个就比较属于强烈的那个雇佣关系。这几个诉愿案，我们的理解是目前业者，已经提起行政诉讼。而且外送平台甲劳动部展开法律公控的同时，也继续甲外送人员维持承揽关系。亲像富平达今年搁个要求外送人员民主长家己是劳工，争取雇佣权利，按若无爱付100,000的违约金。正职的劳工啊，无论他的雇主对他的职位监督是不是严格，他是不是打卡下班，只要他是正职的劳工的，我认为他就要受到一般劳工应该有这些保障。工会认为，确实主管机关劳动部应做到劳检拢做啊，也是无法度改变实际情形。建议各管区的劳工局处应积极介入查处，会好将外送工作做全职咧做的劳工有保障。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台北部地区、基隆北海岸甲大台北山区有短暂雨，其他地区以及平湖、金门、马祖大部分是晴昏好天。另外，下晡气温如何？咱来看各地详细资料。最后，带您做伙去中国看万圣节游行。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中岛新闻，咱再会。